你好了没？好了。没事，你不用担心，不会有情，跟我走。你在做什么啊？把车关掉，走了。好吧，我跟你走。不要担心。你是谁呀？门口一个恐怖分子。我去看看。你好。你好。我叫 Irvin， 我是学生。我看的男朋友，幸会幸会。你好，我叫林，我是金的姐姐，很高兴遇见你。我问了，问你要不要休息？妈，真对不起，我忘了接教，他是我的同学，他叫 Irvin。男朋友？同学，同学。好。一九年在哪里？还好吧。还好。左边第一个门。你的左边是他的右边。我会说中文，我的中文很好。不要怕，不要怕。我叫二文，我是学生。小声一点，他是人很好，他也聪明，也好笑。好啦。他看起来怪怪的，他是哪里人？他是美国人。他父母呢？也是美国人。祖父母呢？美国人。他看起来像中东人，大胡子一个。你是 Seth 的学生吗？是的。他为什么说中文不好听？我们会说英文。我们两个要得考了。那。那。我想多练习一下。我想多练习一下。我们要大考了。我们要大考了。我想多心灵。是做什么的？对不起。你去哪里？21块可以吗？跟这些男朋友在这，他好像中东人。我是小学的，哪里安富特是谁的？这林是我爸爸的，他爱美国车。1966年的。是的，但车子坏了。Straight six？我不知道。你笑什么？
我是我同样的车。要花多少钱？不要钱。太好了。你高兴什么？我这不好，那辆给我好不好？不好，你会把车卖掉。你什么时候可以修？得考一考。为什么只有一个菜？因为我不喜欢做菜。我们有客人耶。我不知道他会来。没关系，没关系。你会用筷子吗？会。尝尝看。你说的这个很好吃。谢谢。你看起来很年轻。当然了，他18，他19，我才39。你不老，你不老。谢谢。对不起。你学着他的怎么样？马马虎虎。妈，你呢？他还不错。你们在说什么？我说你马马虎虎了。我说你还不错。我爱你们全家。我们也爱你，大胡子。When can you fix it? You should remind me you're Chinese. Okay, start over. Okay, wait. All right. Okay, ready? Go. Stop laughing. Okay, remember your line, okay? 什么时候？Okay, ready? 什么时候可以修？